们两个要气死。是什么原因让队友小姐姐当场发现啊？昨天在游戏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新的老刘位置啊。没错，他在这个角落好像也不错，你们看看我实战的效果。可能有人以为是低端局，其实是王牌五星左右的局，不是敌人笨，而是真没想到这位置会有人。那我超像笑死了。加上五分钟前这里还来过一堆，火力还是非常猛的。一扔一下就把队友给击倒了，不过问题不大，他们还是没有发现我的位置。充满危险。可惜了没救到队友，不然这波就完美了。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去趴着试试，肯定不会被发现的。拜拜。小子牛逼。